然后我们接着往下讲，啊，今天可能就有点赶啊，因为我要把之前的东西给它补上，还要把今天的东西再给大家讲一讲。什么问题你可以打在这呀，我给你解了，就是直接给你解决了。
喂，哎，同学们，我回来，好，就给大家说，那个工具啊，我发给你们，就是这个工具我会发给你们的，我会发给你们的，不要着急，不会说你们，听吗？有声音吗？怎么没声音呢？有声音吗？喂喂喂，你们能听到吗？哦，开大一点。现在好了没？现在有了，半天没声音。好，我说那个工具，你们不要着急，我肯定会给你，我肯定会发给你们的啊，我肯定会发给你们的，不要太着急。然后我接着找一下，就这样啊。其实还有这个 HTTP 的一个寻头啊，去配注，我再给你们演示一下吧。这是叫这只是注的地方不一样，但是它的一个原理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这个像我已经说它不是很重要的时候，你就过一下，跟着我过一下就好了，只要你前面听懂。然后我去，应该我看这个是哪一关来着？19关，19关吧，我要退一下。什么？这个这个挂掉了，我操！我这个怎么没反应了？这些函数不懂，是不是要去买 circle？如果说你买 circle。就是基本的一个增删改查懂了，然后你就把这个，你就把这个函数的理解，把这个函数再理解一下，再操作一下就好了啊，不用专门的去学 MySQL 不用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数据库管理员啊，这个没有必要。好，那我们看这个十九啊，我们现在这个19关，同样的啊，我们还是去抓个包啊，抓个包。我觉得你们大学都应该是有这个数据库这门课的嘛，数据库设计原理啊这些东西，你们老师讲的时候应该也是讲，你们大学老师应该也是讲 MySQL，不过很多时候他可能是在给你们读 PPT 好，那我们去看这种请求头的这种猪啊，我刚说了，我们刚才在哪住了？在这个 POST 提交的这个数据里面住，然后再有一个，是在我们刚才在 Cook 里面住的。那我刚刚说了一句话，你凡是它能和数据库产生交互的地方，你都可以去住，都可以去试啊。然后你像这一排，你都可以挨着去试。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在这个 refer 啊这块，就这个请用这一块去住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东西啊，还是老样子，先把它发送到这个发给，发这个发给这个 repeater 啊，让他去，让他去看一下。然后我们，我看一下这个，他这块给我们的一个请求啊，在这找到了啊 refer。然后这块的话，就是你这排我的意思是一说。这它有些地方它可能还会去带入数据库查询，你就挨着去试就完了。那这里去试的话，就是还是用前面的知识啊，它没有什么新的知识，只是地方不一样。然后我们比如说我们在这里，然后我们可以那我们先看一下正常的发送这是它正常的它正常长这个样子啊。那假如说我们在这里加入一个引号，然后发送这才给你出错了这个错误才给你直接显示出来了这样。好，那现在也就是说，它这块已经带入数据库查询了，对不对？那我们就很简单，那我们现在就把它一闭合，然后让它去执行这种数据库注入的语句就好了嘛，对吧？
只是说和刚才相比的时候，我们换了个地方，然后我们去把刚才上面那个那个语句，还是用那个报错，用那个报错去给它注，直接粘过来就 OK 了。只是说地方不一样啊，然后你这边啊，它数据库的一个名字啊就出来了，这个就这样。啊，这个就是之前啊遗漏的一些东西，好吧？然后我们现在，接着开始给大家讲这个SQL 注的一个绕过，对，是可以注，就是你看哪些地方啊，因为你一个站内，你是不知道哪些地方它会对这个数据库有个交互的，可以带入数据库查询的，所以说你这个要你自己要挨着去试啊，当然我们后面会用 SQL Map 去试啊，就不用手工的一个个去试了，是。然后我们现在的话，我们去看这个绕过。这个绕过的话啊，像是最常见的这种大小写啊，双写啊这种啊。当然了，我现在虽然是在讲，我当然我现在是虽然是在讲这个SQL 输入的一个绕过啊，然后但是我希望你们听的时候啊，把这个思想听到。这种最基础的一个写法啊，你不光是在 SQL 注入你可以用得到，你在很多地方你都可以用得到，不光是 SQL 注入，这个写法是基本上不会有思想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啊。那我们去试一下，在试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打开这个数据库啊，看这个数据库，打开这个 MySQL，我们先给大家去操纵一下啊，先。把大家的知识点先补齐啊，你们可能这块还是有误区的。让我们5.7啊，5.7 并，然后打块是吧？啊，然后 MySQL 按个回车，add table 补齐一下，刚用，然后再刚 p，啊，这样就进来了。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数据库，然后我们还是，我们先进一个，啊，你就像这种最基础的这种命令，你要敲的很熟练，就是你很长时间不用，你也可以敲，就最基础的你要熟很熟练，啊，你像那种，比较长的，你记一个大概，你就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然后你用的时候你再去查，就 OK 了，不用把它记过，啊，像这种短的最常见的这种，你要把它记过，比如说。啊，我们最啊，我们我们我先给他说一个查询吧，back，然后这个行，然后这个 from 这个 users，然后写个条件吧，比如说这样，比如这样，啊，你们最开始写这个数据库啊，我看一下。你们最开始写这个数据库啊，是不是这样写的，对吧？那其实它有些地方你们可能不太了解啊，比如说这个大小写，它根本就不是很敏，它根本就不敏感啊。比如说我说的是关键字的大小写啊，关键字的大小写它是不敏感的。比如说我们看这样，and 给它加一个，给它加一个 and 啊，一等于，好吧，我们加一个 and 等于一等于一啊，这个对数据库没有什么影响。然后。比如说，我们把这个 and 我们可以换一下，换成跟 a 大写的啊，就这个没有什么影响啊。然后它过的时候，就它这个绕过的时候，你有时候换个大小写，它就 OK 了啊。这个是最，我还是从最基础的开始来啊。有就是同学们先不要给我抬杠，说现在哪有这么 low 的写法啊？那不管多么复杂，它也是从一点一点的这个难度是慢慢往上累积这个累增的，它技术的对抗它总有一个过程，对吧？那你就像你15年的时候，你会一个 SQL 注入真的是无敌。你会一个SQL 注入，我就这么跟你讲，你可以去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就讲一个 SQL 注入，你就是特别牛的一个人物。15年就是这样，15年之前就是这个，就现状，15年当时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子。那15年往后啊，那17年是啊，17年往后，那 Web 它就这个，那它就是不会说这么简单了。讲这个东西就有点 low 了，
就我想跟大家表达一个意思，就是说技术的对抗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啊，不会说突然的啊，它需要几年时间去发展的。对，所有的成果都是卷出来的嘛。哎，现在你厉害，我也不知道什么叫特别厉害，什么叫牛逼，因为我感觉你再厉害，你上面之后，你上面之上还是有人，也不算牛逼吧，好吧，啊，这个同学说到对了，如果说你现在会控制疫情，那你就牛逼，这个是真的，啊，或者说你把马斯克的那个，星链给他打下来，给他干掉，那你这个你牛逼，你像我当时学 Web 的时候啊，我当时我也是从 Web 过来的嘛。我是 Web 的时候，我看人家，去做那个安亲室很牛逼，然后我就去做了这个安卓逆向。然后学安卓逆向的时候，我感觉那个人家脱壳很牛逼。然后我脱了之后，感觉然后后面还有更多的一个更深的一个东西啊，就这样。然后后面又去搞 Windows 逆向，搞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他搞得特别深的一个人，他是对，因为他 Windows 他是闭源的，他是对那些里面那些细节，他是因为经验摸索出来的啊。那我不想把时间耗在上面，耗在他上面去，耗在他上面。然后这个 CTF 我也去搞了嘛，搞了之后，你像这个胖啊，那你开始的话，那几乎基本上我见过的人啊，没有一个人他一开始就把胖。就一下看得很简单，就很明白。除非他一直是搞逆向的，那看起来比较容易一点。那如果是纯小白，那就跟听天书一样啊。那我也把他搞通了啊。那我发现，那也不是很牛逼啊。那还有内核的胖，内核的胖，那你又要去研究这个 Linux 的一个源码了啊。那是啊，这个就我你说怎么样算厉害，我也说不上来嘛。毕竟我也没达到最厉害嘛。那就这样。啊，那就这个就是我学的一个过程嘛，对吧？啊，但是你现在会一个会逆向，然后就知识面比较全一点，那就算差不多吧，就跟我一样，就差不多就 OK 了。哎，都生活嘛，大家这个年龄都很小，才20岁左右嘛，你还可以有还有大把的时间再去研究的嘛。你如果20几岁你就搞得很厉害的，那你让那些30、40岁的人。做安全的人，他们怎么活呀？对吧？逆向是脱壳是破解吗？脱壳和破解是逆向的一小部分其实更多的东西，最挣钱的不是说把它壳给破了，也不是说把它给这个东西给破解了，最挣钱的是你把这个算法它的逻辑给它逆出来，这块是最挣钱的。这个同学你肤浅了。你打工一般是永远不会解决财富自由的，啊，打工是，哎，啥时候我有空给你们讲讲这些东西，啊，我觉得，好了，我不说闲话了，我们接着聊吧，不然这个东西又讲不完了，啊，刚才这个是大小写啊，它不敏感，你就可以去绕啊，然后接下来你还有个还可以就这个双写啊，双写去绕过，啊。这个也不一定说，你一下就看出来它是哪种过滤，这个你得一个一个，这个你得一个一个去试，这个真的是你，这个是你得一个一个去试啊。我后面有空我教你们怎么样去做，才能尽可能的让你的财富能多一点，然后生活能轻松一点啊。后面我有，后面有时间啊，我给大家去讲这个东西，好吧？那我们先讲这个课呢，你让我给你把课讲完，好吧？啊，老师的知识面是非常广的啊，老师的这个历史、政治还有这个文化这块、哲学这块是非常精通的啊，没有什么问题啊。你和我聊一些名著，我基本都看过，没有这问题不会有太大问题。然后，那我们先看一个源码吧，还是从源码去看啊，比较爽一点，你一看你就学会了。那我们去看一下这个看代码吧，看代码，然后这个25次25啊，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啊，你看它这个直接给你标了个 A 啊，给你标出来了。然后我们去看一下它这块是怎么写的啊。这个商数嘛，是25还是25A 嘛？对，是25。哇，过滤在哪里啊？看一下。好，在这里找到了。啊，对，别扯了。如果我财富自由，还得讲课嘛，对吧？应该不会的。好啦，好了，我然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先不要扯别的了，我们接着讲问题啊，我们接着讲课。你们学过正则了没？学过正则的人给我扣个一，学过正则的人给我扣个一。就是你会基础也行，你写过一点基础也行。没有是吧？没有的话，没有，好，没有没没有没关系啊，没有没有关系。就是我想给大家说的是就是我们最常见的这种过滤啊、拦截啊，都是基于正则去写的有一个岗位啊，叫做。有个岗位，我叫什么？我不太懂啊。但是我想不起他的名字了。但是我可以给你们说他的这个，我可以给你们说他的这个工作内容啊。他是这样的，就比如说你们公司有一款产品啊，你就当它是一个你就当它好，我们就比如它就在就假设我们就叫做这个产品叫做安全猫吧，它这个安全猫的一个产品和安全狗是类似的，好吧，我们就这样去称呼它。然后它里面的一些，然后你装了这个东西之后，比如说你常见的SQL 注入、你的文件上传等等等等这些，它就给你拦截了，对不对？对吧？它为什么能拦截你这个东西呢？这个就是基于正则去写的，包括我们的一些。很多工具，很多这种类似于 WAF 啊这些东西它都是基于正则去写的，只不过说它这个东西越复杂的时候，它这个正则的规则就越变态吧，就越变态。然后你像这种免费的，它的正则就会简单一些就这样。就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内容是，比如说你们开发了一款这个WAF，然后。然后你就不断的给它里面去添加规则，添加规则因为总有人给你们报说你们这个产品它这样还可以突破，它那样还可以突破，然后你这块你就要接着写各种各样的规则，各种各样的正则规则，然后把它再加到这个产品里面是有这种岗位的，这种岗位的话就是每个公司的叫法不一样，它有的叫做。安全工程师，他是就这么叫，或者说他有的叫安全开发，那叫的不一样。然后他有个工作就专门，有这种岗位，他就专门做这些事情的，就这些，就说你们的这个产品，他怎么拦截不了了，他拦截不了一个什么东西，好，你写一个正则，好吧。然后比如说新出来一个病毒，比如说新出来一个勒索病毒，我们拿到样本了，然后我们这个逆向工程师，我们病毒分析工程师，他也给你把这个样本。把这个特征它给你分析出来了。好，那你现在给我写一个正则，能有什么效果呢？就是能匹配这些攻击这些病毒就这样。就有一个岗位是专门做这种事情的就专门他的工作内容的核心就是写正则去匹配这些特征所以说你们后面想要写自己的一个 WAF，你这个正则你是绕不过的。就这样，只不过还是那句话，产品越复杂，然后它的一个，产品越复杂，它的一个正则就基本上就是，越变态吧，就这样，好吧，那我就说这么多。好，那这里你看它其实，
用到了这种思想。我把这种我刚跟你们说的远了啊，那它这里是用的这个思想，虽然说它这个很简单啊，我把这个函数先粘出来，我给你们讲这个函数啊。我先给你们解释这个函数吧。这个函数它有三个参数啊，有三个参数，一样啊，有三个参数。然后三个数的话，就是有一个一二三啊，我就在这里面写一个一二三，它不是那也是一二三，它的参数有参数一、参数二、参数三啊。第一个的话，它就是。这个参数一的话，它就是一个这个是搜索模式啊，可以是一个字符串，或者说一个字符串数组。我们这个啊，等一下，我们这个粘过来。强迫症，我必须把它打齐。就这样好吧。然后参数一的话，它是要的这个是搜索模式，它可以说是一个字符串，或者说一个字符串数组。然后参数二的话，它是一个替换字符串，或者说是个数组。然后第参数三就是你要替换的一个目标，或者说字符串数组。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代码给它粘过去，让它看看它是怎么写的啊。我们把这个啊，把这两行。这么去，啊，这个同学的问题我等一下回答你啊，不要着急。好，那就这两行，我看下参数一，他说他是他，他这个是他中间是没有写啊，也就是说他中间是没有替换的。那也就是说，前面这个就前面第一个参数，也就是说，你简单来说，就是你要匹配什么东西啊？你要匹配什么东西？如果说你匹配到了啊，那就把它那个东西给我这个给我换掉啊。就说你这个 IT 你传进来之后，比如说你传了一个二啊，然后我这边匹配到你了，然后你就把这个二给我替换掉啊，替换掉啊。然后比如说你这边又给我写进了一个 and。然后我把这个 and 啊，你就给我替换掉啊，然后它是在替换的时候，它这里面没有写替换的字符串，那就默认是空啊，那就好了。那也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你输了一个 all，我要把你这个 all 给你干掉，你要输了一个 and，我把你这个 and 给你干掉，就这个意思啊，就很简单。那这种情况它有个弊端啊，不是。这个没啥，这个没有啥作用，这个就是它的这么一个写法啊，这是他们这么一个写法。这个你下去把这个函数再去查一下就 OK 了啊。我只是在这里给你这样说一下。那这样子我先然后我接着说，那这样写的话，它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弊端呢？就说它每次就是这个替换的时候，它只能干掉一个啊，它只能干掉一个，然后你写两个，那它就没有任何办法了。对吧？你写两个，他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了，因为他这个每次，你看他这个每次代码，他只能执行一遍嘛。他执行一遍的时候，他只能干掉一个，然后你给他写了两个，那他干掉一个，那他还剩下一个，那这样就 OK 了。然后我们其实可以来试一下，我们现在可以来试一下。我看，我把它应该是，啊，关了，关了，关了，这个应该是一个25万。啊，这个是这样，然后比如说我们普通的，我们本来说是一个ID 是吧？我们等于一个一，然后就把它去闭合，然后我们后面输一个比如说我们后面输一个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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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一等于一啊，那这样的话，那本来说啊还有一个杠杠加去把后面注释掉，那本来说这样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是吧？然后你看这样看，他就给你报错了啊，他给你报错了。啊，这个是为什么？这个就是因为他把这个 and 啊给你过掉了，然后在这边啊，你可以写两个就好了，去把它，
and，然后你可以再写一个and，你大小写你可以随便写，你可以随便写，然后你这边我这边再去写一个大写的，然后再写一个大小写，然后再写一个一等于这样就好了。哎，它还有我保存啊，我拿人创的吗？哎，我这个没有装，没有装 HyperBar 吗？这没有装，算了，我先把这个我先要把我给大家写的这个，我先给大家先粘过来，给他们看一下，不然的话，这个里面我没有装吗？那我装一下。哎，不是，哎，这个，不是在这添加吗？我按的写错了吗？哦，这里啊，这里写错了。然后它这边是会过滤掉一个 and 是吧？然后我们去拼凑一下，我们去把它拼了。你像这样直接写，它就把我们第一个 and 就会我们过滤掉。然后那我们这样，我们可以这样，它不是要过滤我们的 and 吗？那我们最终的一个结局是要拼成一个 and 的。那我们可以这样啊，我们在这边再写一个 and。and and，然后它这边过滤把这个去除掉之后，它后面还会有它前面还会有个 an，然后后面还有个 d，好吧？啊，这样就 OK 了，这样就 OK 了，啊，这样的话它就会把中间那个给我带入到数据库里面的时候，看这个代码，它就会把这个给你去除掉啊，然后它就没有了，好吧？这样就 OK，啊，我 and 写错了，对。这是双写啊，最开始大小写，然后接下来是双写，然后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这个，等价的一个绕过啊，就是还是用了你一些的一些知识点啊，比如说我们最开始写 and 的话，是不是这样写的？我们 and 是不是这样写？是不是啊？哎，行吧，and 是这样写啊，那你还可以怎样去表示呢？你是不是还可以这样去写啊？是一样的如果 t 换成了其他字母就不能上线。是的，就这个你是不知道它这边是怎么过滤的，因为你们肯定看不到代码。然后这个之后这个情况你就只能一个一个去试啊。当然这个有自动化的工具帮我们去试，还是 ind 好一点啊，都行，反正中间你给它写一个 and，让它把它过掉。因为你看它带有个大写的一个 and 是吧？我们就把这个就给它写一个大写 and，让它把中间这个给我干掉，然后我两边，然后我剩下的两边拼凑，给我拼凑成一个新的 and。对，就这样。啊，你看，我就专门写一个大写的 and，然后让它给我把它干掉，然后我剩下的左边和右边，剩下左边这个 n 和右边的这个 d，给它一拼，然后就形成一个新的 and，然后它就 OK 了。啊，这个就这样。然后我们再看这个等价绕过啊，就是我们刚才的 and 是这样写的，其实你 and 还可以用这样，用这个两个符号啊，它也能表示 and，它是意思是一样的。啊，我这边，打开一下，然后我们再去试一下，那还是这个25万吧，这个是原来的 i 等于一啊，是这样。然后我们后面要把这个这样的实现这个 and 那你可以这样，这样用这个符号让它表示是 and，然后我们可以出一个 id 等于 on 让它弹性这个 on，完了之后后面是杠杠加去除掉就这样，这样的话也行。
啊，也行，就等价，但这种现在肯定是人家写这个 WAF 肯定考虑到了，这种都是最基础的。然后和它类似的，你看你我这样一说，你们肯定都懂了。这个 all 的话，你还可以这样是吧？这个 all 的话，你还可以用这个双视双这个双视线双数线啊、去实现这个功能，对吧？这样就也可以。我用这个红的给你们写出来。你用 all 也可以，你 all 的话用这样的，两个竖杠啊，它也能表示啊，就把它替换一下，就你用你就是用符号把它去替换一下啊，没有什么意思。然后我们再接着往下去。去看，我接着往下去看啊，然后到，然后我们再去，我看一下还有哪些绕过啊，还有这个啊空格，那这个时候你哦，举例子。然后你看，我们每次执行啊，它都会有这种啊 URL 的一个编码啊。那你也可以说，就是有时候你要用空格，然后你可以用这个编码啊去表示这些啊表示这些空格，就这样去表示。它还是一个换了一种表示方法啊，没有什么意思。如果替换成其他字啊，那没有办法了。那你如果说你把 A 换，如果说如果说你把 A，他那个写的时候，他把 A 换成了 B，那这个时候你不知道呀，对吧？那只能去猜，那猜不到就算了，那就这样。然后接下来还有一种啊，就是关键字嘛。你看我们写的时候啊，会用到大量的关键字，比如说这个 select 是吧？有那样这种联合的啊，这种关键字，然后我们可以去看一个，看一关。27关，它就是这样写的。27关，我看一下，你看它这里面就写了大量的一个替换啊，它这种表示方法就是说，就是两个斜杠，它里面写的这个替换的一个东西啊，然后你要看得更详细啊，是这样。我们就干脆直接去，看一下这个函数得了。我感觉你们的困惑，有人还是困惑在这里。啊，你看它吧，它大概是有几种模式，我看一下。好，等你们看这个啊。如果是有困惑的话，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函数啊这一块，还是没有找到我要的一个点，在这里面看有没有。啊，就这样吧，就这样，你们看一下，去看一下这个，看一下这个函数的一个，看一下这种函数，然后要学正则的话，在这里面去把它的这种正则啊，这种最基础的去看一看啊，不用把它记下，就用一遍就好了，用一遍，写的时候把你的逻辑捋清楚，然后让这些函数去帮你实现就好了，这样。好，那我接着去说啊，它这里就是替换了。很多很多的一个东西，你像这个 select 啊，有那样 select 有那样
他是把这个东西给他给给你去替换了啊，就这么一个意思。这个的话应该是和他就是表示的一种方式有关。我看一下能不能找到这个东西啊，这个我也忘了。稍等一下，我帮你看一下。这个同学就问的也很好，就是前面这种 S，我刚才是想给你们找这个东西，但我没找到。啊，在这有了，这他会给你把这个参数给你解释一下啊，你在这去看一下就好了。我把这个链接我发你啊。如果说你写过开发，然后你写一些系统的时候，然后前面有那种路由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个路由啊，这个到后面。给你们审代码的时候，它也是用了类似这样一种方式，就是斜杠后面会加一些东西，表示不同的一个东西。这个你直接看你看不出来啊，然后你只能说去查一下它这个函数，它这个函数里面这个参数这个斜杠它表示什么意思啊？那你就是理解为什么意思就 OK 了啊，就 OK 了啊，这个就这样。你直接看我也看不出来啊，只有你把它去查一下。然后在这里它也没解释啊，在这里它是没有解释的。但是他没有解释这个东西，我好像没看到。然后刚才在这个地方他有解释，你们可以下去看一下啊，这块东西，对对是这样，就表示不同的一个意思啊。你看，比如说这个 S 的话，它就匹配任何空白字符串啊，包括空格、制表符等等等等等等啊，就这样。这个不用急啊，你用的时候你看一下就好了。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然后你看，它里面有这种 select 关键字，有那样关键字是吧？大小写都给你写上了。然后，当然了，你现在是看着这种规则了，你怎么绕你就啊，怎么绕去很好去做啊。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你可以用这个，我看一下它里面。你看它里面是不是还可以，还是剔除掉了一个，对吧？那你还是可以用双写的呀，啊，也就是说这种关键字你还是可以用双写，因为它每次还是，剔除掉一个。你像这个 select 的话，这边它有一次，然后这边它又有一次，然后下面的有那样的话，有个大写的，还有一个有大写有个开头的啊。那不管怎样，它这些东西它总归只能执行一次。那我就写一个，让我就写一个。啊，我让你去把它一剔除，去替换就好了。然后我剩下的我这样执行。或者说你可以写大小写去换一换啊，换完之后它也让它这里匹配不到，这样就 OK 了，好吧？然后我们去用报错啊，用报错去查这个东西。你看，遇到这种东西，我也是记不住啊，只能说现场去查一下，没办法啊，那规则太多了。然后我们把这两种主式，我给大家去写一写，好吧？那我们先用第一个方式啊，先用第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写一个大小写啊，写一个它这里面规则里面没有的东西啊，因为我们现在是上帝视角嘛，那么就写一个它这里面没有的。换一个就好了。你要过那个关键字，我给你换一个，我把大小写给你换掉就好了。比如说，我们把这个 select 啊，我们换成这种形式，换成这种形式。你看它有吗？它这个里面过滤应该就没有了吧？它这个应该没有了啊，应该没有了。哎，这样你这样也可以过啊，这是一种方法啊。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说。啊，我让你去过啊，我让你过，过完之后，我让你去搞，搞完之后，我剩下的一拼接，我还是可以去生成一个的啊，这么一个意思啊，这样就是我中间它不是要去除这个 select 吗？我就让你剔除，剔除完之后，我左边和剩下的我左边和右边一结合啊，就它又 OK 了啊，就这样。好，那还有另外一种，那还有别的方法，我可以写注释。啊，我中间写一些没有用的注释，咱这个注释它在代码里面，
它执行的时候，它又不是真正的代码去执行啊。你可以这样，然后把这些思路，你可以完全可以用到这个 Go WAF 的时候，你可完全可以用到这个像文件上传呀、这些你都可以去用啊。SQL 注入这些，不光是在这种思路，不光是说在 SQL 注入你这可以用。你可以在很多地方你都会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啊，你都可以去解决的，这种思路都可以用得到。只是说我们这里它现在是过的是数据库的一个这个关键词，那有时候它可能过别的，那你就去搞别的就好了。然后这个注释的话，它到了数据库里面执行的时候，它就默认这块是没有的。但是你正则匹配的时候检测的时候啊，它觉得这块啊。就没有符合它的规则，然后他就把它放过了，那就这样。我能不能行？你试一下就好了。我们去试一下。然后我看一下啊。这样不行吗？这事是不行。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我试一下这个注释。那这个就不行了，这个就不行了。这个它是在这块，它是执行不了。我看一下我这边，但我这边它是没有执行，它这边给我打了一个问号，为什么？稍等一下，我把这个再粘一下。这个应该是可以的。稍等一下，我先试一下我之前的这个。哎，不对。我来看这是哪一关的？哦，不是25关啊，我们刚才看的代码是27关的，把这个关卡错了，就说，然后27关呢？只有一个案的，是只有一个案的，可以，你可以有多个，你可以有多个，它那个是一个切的意思，你可以有多个，这个不影响的，看一下，去，稍等一下。OK，然后把前面的注掉，然后我再去把这个 and 给它加到后面来。是我的注释写的有问题吧？看一下。你看看他，看看，让我看一下，对不对？
给我打了个，给我打了问号，我就试一下前面那个，可能应该是可以的。什么？好像这样。这样是不行的。好吧，那这样就不行吧。我这边试一下，我这边试一下，看他这个行不行？让我看见字，我这边去。那这样就不行了，那好吧，那这个就不行啊，那这种他就执行不了了，啊，我记错了，这个我下去再看一下啊，我这个问题我下去再看一下这个问题，也我记得以前注释还可以用啊。我下去再看一下，那这个问题我们先跳过，这块先跳过了，我们接着往下说吧。我看这个东西写的，大家的心。不是你这样写肯定是可以啊。这样写肯定可以，你之前只是加了个空格，它这个是可以的。这个先放着，我等会儿看啊，我等会儿看，到时候我们接着往下说吧。啊，不然我这个东西又讲不完了。看一下。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说这个宽字节啊，这个宽字节，这个先放下，我等一下去再看，我再让再我等一下下去，我再看一下这个问题，不用把时间浪费在这了。是的，这个是在 go up 的时候是可以过掉的，那为什么在这执行不了？你先看一下，你着急啊？好。那我们说一下这个，接着给大家讲这个宽字节的一个绕过 说到这个宽字节的话，这块其实是你要对这个编码的知识是要有了解的。我们最常见的这种 GBK 啊，还有这个二次码值。然后 JBK 的话，就是说它是就这种编码的话，它是就是它它占两个字节，然后这个它的话，它这种的话，它是占一个字节，讲这个问题，是这样，你这样理解，这样理解，就是。如果说你用 JBK 的去编译过去的东西啊，就是它的对齐是按照两字节去对齐的，也就是说它用 JBK 的一个这种编码的话，它就是每次最小啊，它都给我得占两个字节。就比如说这个本来是一个字节的一个大小东西，但是因为它对齐是按照两个字节，就是它你最小也得给我占两个字节，按照 JBK 的一个编码风格，你最小就是你这个不够两个字节，你也得给我
剩下的那个你空着啊，你也得给我把它凑够2个子集。然后这个阿克斯玛的这种编码的话，就是说它占1个子集，就是你你最少每次就得取1个子集，好吧？啊，就这么一个意思。然后因为它两个编码的一个这个每次取的这个最小的一个单位不一样啊，JPK 你得2个。然后这个阿克斯玛的话，你得一个，你这个是得，一个，阿克斯玛的话你这个是得一个，啊，然后在 PHP 当中，它就有一个，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就是说这个 PHP 中的一个编码，它是一个 JPK 的，但是它执行函数添加的又是这个，阿克斯玛的，然后 MySQL 它默认的是这种，JPK 的一个等宽的一个，这种字节。然后我们 MySQL 在使用这个 JPK 编码时，会认为两个字符啊，它是两个字符为一个汉，两个字符为一个汉字，然后宽字节注入就说是在这个 PHP 这个是发生在这个 PHP 向 MySQL 这个请求时啊，这个字节它使用了一个 JPK 的一个编码啊，产生这个问题。我给大家去演示一下，你们就懂了。不过现在的话，这个问题，这个东西，它现在，用实际的情况来看，啊，我很少遇到这个东西，啊，只是说这个东西它是存在，啊，你实战的意义没有见过，啊，这个我没有见过，这个是真的，是的。其实要把这个问题讲明白，我得专门给你们讲这个编码的问题就是把这种编码它的一个完全这它这么它的常见的这个几种编码，我得给你把这个问题讲明白，它的一个过程是怎样的啊，把这个讲明白，光说这一个两个它是不行的。这个你就没，你们就这个这一块，你们就做一个了解吧。我到，应该我到这个给大家讲这个 CTF 的时候啊，因为要给大家讲，要因为我要给大家讲逆向的这个原因啊，我最会最开始我再把这个编码这块东西再详细的讲一下。啊，有很多人对这块东西还是很模糊的。哇，这我就先做一个了解吧。然后最后再说最后一个吧，最后就说最后一个对对，我要把这个它这个你要把这个要搞清楚的，搞清楚这花点时间的，我先把今天内容解决掉。这个宽字符你先放一下，我到时候讲那个逆向的时候把这个编码问题，我给你们讲完之后，我跟你说这个问题，你们就很快就懂了。那我先说这个，然后我接着说这个 Base64 的一个编码的一个绕过，这个也是非常常见的，也是非常常见的。然后你在这里啊，随便找一个站点，这边，最先一个找一个最先加密的吧，我就随便先输一些东西啊，然后让他给我加一下Base64加之后是这个样子，然后你们就是有时候访问站点的时候啊，你们就你们访问的一个站点的时候啊，到最后你们那个后缀它可能就这种形式，就是前面这些东西你们可能不太那个啥。我随便乱说一下，这个做的太整齐了，感觉不太像啊。这样，比如说再加个密啊，你们可能看到是这样的啊。那如果我再说一遍，我们的情况啊，加密一下啊，就前面这些东西你可能看着有点怪啊，不过没关系。你们看到最后一个东西的时候是个等号，这个时候你们一定要有警惕心理。这个，那么这块它可能很有可能是用了一个，这个 Base64 的一个编码。然后，那我们在这个注入的时候，然后你就可以用这种编码去绕过啊。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本来是你要不是要输一个 left 是吧？就是这样的，然后完了之后你这块可以给它去做一个编码，编码完之后是有这个，然后你可以就，然后你这块可以就就用它这样就 OK 就这样去做一个替换就好了，那当然了，这种情况是就是它就是你就是它住的时候，它本身能给你把这个给你解析掉，那有的它本身就解析不掉这个 base64，那你这个时候就没有什么用了这种用法，不过这个 base64 的一个编码还是很常见的，那今天的东西大概就这么多。然后，我们到下节课啊，我把这个我们这两天学的这个 SQL 注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因为有的人他现在脑子是乱乱的，能不能解析你试一下就好了嘛，就是能不能你就让他先执行一下比如说你这个 select 他给你过滤掉了，或者说你感觉他有问题，那你换一个编码，用 base 给他 base 64给他编一个码，然后你去试一下，去试一下就好了，这个能不能的问题你就去试一下，然后，我看一下能不能找个例子，去看一下代码就好了，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22管，然后你可以看得到啊，就是你为什么我说它 base 64它不一定所有的都行了啊？因为你想一想，你给它输的是 base 64加密货的嘛，你用 base 64给它加密的，那它这边肯定有一个 base 64要有一个把它解密的，你不解，那它 MySQL 它也不能执行 base 64编译过的一个东西啊，懂我的意思没？就是你它源代码它写的时候，它这边用的什么加密？然后你前面就是写，然后你前面去给他输的时候，你就用什么加密就这个意思，懂了没有？这个同学，这个应该是小脚丫这个同学那如果说他，那如果说他这里给你换了个 base16 呢，然后你前面你注的时候，那你就得把你的那个关键字你给他换成 base16 就给他行了。对，他本质上他这块还是想去执行这个 SQL 语句的，只是说它这块它是就是它没办法去执行这个 base64，它必须把这个东西给你解密成原来那个样子就是我们本来是给它传这个 SQL 注的一个语句，就是直来直去的嘛，我们就给它写注就直接给它写进去，然后现在的话它是必须要加密的那我输入的时候加密，那我执行的时候我就必须得解密嘛，你看它这边有解密的那它这。实际上的是，那你遇到神经问题的时候，它这里到底用了什么编码？那这个你只能说一个一个去试了。这个因为你看不到源代码嘛。现在因为我们是上帝视角，你可以看得到。那你实际的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就不是上帝视角了或者说它有些产品它出厂的时候，它让你去测，或者说你要做代码审计，给它找问题那这个呢就可以做一个问题来提出来嘛，这不就好了？因为那个时候你是上帝视角，你只要让他能祝成功就好了，就比较容易一点。好，这个就今天就讲这么多，然后下节课我给大家把这最近学的总结一下，总结一下，然后，我想一下，总结一下，我看能不能给你们找几个题给你们练一下，然后你们把这个 PHP 这个没有学，还有前面没有学的你再去把那个再好好看一看。基础语法我讲完了，然后后面你遇到什么函数你不会，你去查这个函数就好了，你不一定要来问我。你就像今天这个问题，你就比如说今天这个问题，今天的这个问题，我也不会，真的我也记不住，我只能说后面它表示个意思，那具体什么我也要去查一下的，这个你记不住很正常啊。但是你要把 PHP 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操作要会就一直要学到 MySQL 那里，这样就好了。然后我们今天还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注释的问题我下去再看一下不丢人，在公司百度不丢人，真的不丢人。
然后你可以，你也可以，你觉得丢人，你也可以谷歌呀，对不对？真的，你老板就是你的老板和你的经理，只担心一个问题，你能不能把问题解决就好了。至于你用什么办法解决，哪怕说你跪着求别人给你解决，那也是你的本事。终归啊，你给经理或者说给你的老板、给你的领导，你给他把问题解决就好了。他要的就是一个结果，他不在乎你的过程。老板只要你的结果，他不在乎你的过程，懂我意思没？他不会说，你看你用百度就觉得你 low，不是这个样子的。他要的就是说，能给我用最快的速度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就 OK 了。不管用什么东西，啊，你跟老板谈什么技术，老板只要结果，啊，你没有结果，你中间的技术都是扯淡，好吧？就这些东西。那我们就先下了，然后我们下节课再见啊。